主料：土豆250克，胡萝卜50克，猪肉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味精、花椒、蒜、姜、香菜、酱油、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土豆洗净去皮，胡萝卜洗净。把土豆和胡萝卜切丝，肉切肉丝。加火放油，油热加热翻炒，放蒜片、花椒粒、姜丝，放酱油，放土豆丝、胡萝卜丝翻炒，放盐，放点醋，出锅前放点香菜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放点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